来宾都在园区里面各自当关主，都会防守一个关卡，主持人要前往挑战，打败关主就可以得到一分，然后五关嘛，各关都只有一次挑战机会，最后得分最高的前三位就可以开波冲击。那有时间限制吗？还是就是轮每个人都轮完一轮？应该每个人都去闯关。啊，五关了，因为关只有一次机会啊，你输他的输就没了，没分了。好 ，OK， 出发，出发了吗？这几个佣兵感觉都很强。对啊。轻，好烂菜了。轻。哎呀，正前方我看到了一个夏雨欣。我想第一个玩是最笨的，因为第一玩都不知道游戏是什么，因为要看别人玩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假装找不到人。应该应该念在这个刚刚同队的份上，应该不会太硬吧？我的第一位客人，来看一下夏雨勋跟许梦哲玩什么。大家为什么过路了，人不哥过了也不去？还在观望中哎，想说是在干嘛？来，你在学鹦鹉吗？对啊，没有啊。你在观望什么？我在找我比较有擅长的，我要先拿分，因为一关只能一次。哎呀，来，很难吗？很简单。屁啦，真假？真的。哦，我吹气球。但是凭运气。好。OK。这一关呢，就是要吹气球，然后把气球放开，看谁的气球飞得远。哦，是吗？很简单，是蛮简单的，就是凭运气。好，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就是把笔芯按出来。嗯，但是不是用手，是用你的下巴。用下巴？对。OK。然后我们要按到笔芯整个掉出来。对。然后因为怕拍不到，所以我们这样垫着。哦。了解。好，了解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，好痛哦！这是干嘛？一直戳是怎样？笔芯掉出来吗？好痛啊！哎，我的已经真的推到这，绝起了，好好。哎，我的已经真的推到这，绝起了，好好。天哪！哎，我请问我要玩五关哎，我要玩五次哎。你是自己选这关的吗？我是被分配来的。哇塞，这个好痛哦！还好我下巴是真的。哇塞，好痛哦！好啦，恭喜你过关了！谢谢耶！嗨、yeah ，欢迎来到这一关。好，你是关主啊？我是关主。好，很紧张对不对？有一点。一问就知道了啊！要怎么弄？这一关非常简单，就是你站在这一块，随便你站在哪里，对，然后就是踢毽子，三次累加分数，你只要赢我，你就赢了这一关。哦，对，现在是逆风的状况，只要是脚踢过去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脚踢过去就可以。更轻啊，要再更轻。哎呀，外面。差不多。你换。好。六分。给六分。Yes。Yes。Yes。大家都有分哎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拿高分，拜托其他人你要守住，可以吗？好，因为昨天最对，昨天我最落后。其实我对他们来说杀伤力是不太够。我希望你不要太高分，这样我们会显得第一关这样我很弱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用担心啦。好 ，Yes， 有了，应该是有了吧。啊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谢啦，耶。我在等风。有啊，没有，我是天地不分哎。有啊，没有，我是没过线。好，我要吹了。所以吹得远不代表可以飞比较远，吹得大。对，对吧？什么都不一定，真的是不一定哎。对啊，因为要看球，它会飞。这个吹气球是吹爆吗？它是运气，它要飞。好了，好，我要放喽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啦，过线了啦，恭喜你啦，一分，赞赞哦，耶，很简单。你是已经吹完了，然后再现货啊？你好烂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刚刚还好烂，他刚刚在那边等风，放在很前面
自己飞回来。哎，赶快挑战他，赶快挑战他。好像可以哦。哎，你刚刚那个很……我刚刚那个，我刚刚那个很痛，很痛。我觉得你放弃。好，那我先去别的。对，你就是放弃，你也不要回去那关。为什么？你有过吗？我过了，但我很痛，然后他整个下巴全部烂掉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先让他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可以放弃啊，你是最高拼四分。他在骗我。真的可以帮你高拼四分啊。好，我先去别的。一球定生死。好，好。关主强一点哦，关主。哎。好，没事。大小随便啊。对，一二三。你用丢的。关主来啊。好来，哦，很大颗，哦，大颗不代表就会圆，如果吹爆了也是，吹爆了就是没了，真的假的啦？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哇！谢谢关主，关主好弱哦。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刚才看谁比心谁先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不用多做解释，你不用多解释。因为我都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关卡我要玩五次，所以你仔细看一下我的下巴。Oh my god！ 你是去？哎，等一下，可是你连这里前面都已经是 OK 的嘞，红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这关我要玩五次。哇，你好可怜哦。所以可以容许我垫一个口罩在这里？可以，我这人真的不是这么。可以吧？对。可以吧？所以我不用多做解释哈。好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不要那么快，你手关你有什么有？你没有擦你就放水就好了。你不要那么拼，你要五个人哎，就是你那么，我过了。到底为什么？我就说你不要那么拼，你就放水就好。你看搞到你五个人过后，然后这边整个我坏掉。我下次看到的时候你鬼昂昂哎，人家怀疑说你是有刮胡子哦。做 ending 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这边会很大？对，而且你这里整个是红的。怎么办啊？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放水哦。好了，恭喜你过关，再见。红哥，太好了。红哥，来你这儿就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30秒之内。糟糕，谁钓的鱼最多，谁就赢。30秒，然后但是这个夹就要夹在鼻子上。要修哦。哦，很痛哦。你要玩五次哎。对啊。你有找到好方法的样子哈。啊，我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夹住。计时开始。鱼三手，三二，嘿嘿，当当当当，你很低级，你就让我赢嘛，你弄个平手啊，再来哦。哎，刚刚那个真的太简单了，但是他真的，我在想是不是关主有点问题，他在干嘛？天哪！天哪！海棠，这是我的弱点哎，居然尿牛丸。但我知道那个黄木岩打桌球很烂，谁哪有？跟我不相上下，哪有？真的啦，真的啦。既然你是我，毕竟我们比划过了，所以就是好。既然我们两个比较好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拿板好轻哦，不要弄刀板拿，弄纸板拿，谁先得五分谁赢，然后轮流发两颗球。明白了。好，那我先发球。好紧张哦，用菜刀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黄木岩桌球很烂，所以你只要稍微会打一点，你就会赢了。哪有？对，因为我也很烂。可是这个桌子很小啊。这很难，这很难。哦，哎，我还没开始呢。还有关主这样我在聊天呢。傲下落珠。我准备好了。好。我有1-0，小猪得了。没关系，好冷静。那我问了你，我看看可不可以那个上侧上旋？哎，可以哎，哎我哎，好了，换你发，好了，我会让，我知道，我会，你没办法让，我会个人的，我会个人造诣，我努力，哦，我让，
输了，二比一，二比一。好。3-2，3-2，3-2。哇！好，那我哎，换你吧，还是你吧。哇！换你吧，好崩溃啊！哦，哎，4-3，4-3。哎，我发现只要是对方发球，我们都会对，我们就可以得对方分。关主加油！好，我来。对你，你有进步，你有进步。你刚刚从线后，现在到线前面。1-2-3。哦，我有，其实蛮远的。这么大可以飞了吧？也是会飞回来的。好，我看我就在这边。1-2-3。哇！大家都很厉害。我一开始以为他要往旁边，结果最后一个 turbo 出去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厉害？还好。这应该是跟球有关系。我等下要吹蓝色。你等下换蓝色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要获得第二分。这一关会不会太好过了？送分关。哎呦，这关是第一毽子，看谁分数高。欢迎。是吧？对，没错。越早来越好，因为越后面来，你练习越多次。你练习越多次，后面的人就会越厉害。关主先来，我们先。哎呦，我怕你有压力，我不要给你压力。我知道，我就怕你有压力啊，所以你现在这边有压力啦，你就自在就好啦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会有压力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你开始。而且为什么要你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很有可能我待会不用玩我就过了。你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。好好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换你。我就跟你讲，不要让你有压力啊。毽子王，哎，真假的？真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讲说，哎，这关好像蛮容易的耶？对啊。我来这里排队好了。我也没有。哎，不是，我好了，我给你看一个十分的啦。哇！太扯了。这是3球比积分吗？3球比积分，站在这块板子上。请叫我 Game of the King。哎，不是，文法错了。King of the Game。喂，我来了。我的第三位客人。哦，第三位了。对。天哪，第一位是谁？小道具。我刚好看到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小道具先拿着。好好。对，开始。都会在板子上。我出来了没啊？有。我出来了吗？谁出来了？谁怎么掉了？还没。哦，欸，真的很正面，很痛哎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游戏？好痛！出来了没啊？出来没？谁知道？出来了没啊？出来没？谁知道？啊？我过了，对不对？他先，他快你一点。耶呼！耶呼！耶呼！我终于赢了。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哦，一定是我刚刚有掉，你们没看到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哦，骗人。所以闯关失败，拜拜。可恶！哎，你记得帮我守住后面啊，守住啊，加油！我支持你的。计时30秒，开始。一次哦，哈。哇！哇，风好大！哇，5-4-3-2-1，时间到。3，我有一只，所以获胜，对不对？过关，谢谢。来，4-4，哎呀，换你了，完蛋了！60，要60，哎，真的是比照国际规格哎，丢下去啊！好，冷静，你要打哪里？前面。換你，就是就換你，好，
好，六五，六五，换你。那你换吧，换吧，换你，换你吧，换你吧，换你吧。默默在这打一整天的桌。今天六分喽。啊啊啊！今天七分，今天获胜。好香啊！谢谢观众。你抓了他是三秒。什么？你获胜了，获胜了。厉害。那你前面有输过吗？没有。杰志哥，你要当第一个吗？我不会输的。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我先。好，第一发。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啊，你，我们是三分累三球累积分数嘛？加三球累加。你一球一球嘛，这样。我怕我三球玩完你就直接放弃了。这球当场这个当这个关你当场丢脸。有进步，有进步，你在板子里面了，有进步。哇，可恶，滑到一个七分，对嘛？这一局比赛好看多了嘛？刚刚根本是，哎呦，我出去了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一球是你的正常发挥，还是那一球是你正常发挥？那一球，你不直接叫关主再来一球吗？关主再一次。哎，我觉得你在十七比八，你要十分才会赢他。我再让你一球啊！滚下去！好吧，好吧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上？我真的没办法，还是你希望我再让你一球？不要，不用，有志气 ，OK。好，好，准备好没？好了，在这里。好好，要让他转。对，好，裁判准备多秒？计时三十秒，开始。你不要跳到了，你不要跳到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Yes， 我一只。真假的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他干嘛？厉害！我当什么关主啊？真是丢人啊！谢谢。好会钓鱼啊！谢谢。你这一组。谢。那我先走了。恭喜恭喜。OK， 好，谢谢鹏哥。OK。不是你们雇佣兵吗？还是这一群也是，还是佣人？好，来喽。好、哦。我很厉害哦。好。发球就得分的那一种。好。好。啊。一比零。我很厉害哦。好。发球得分哦。不要再给我压力了，鞋子哥。来。换人家发了啦。换人家发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不让我发？我是公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就是一直骂球啊。傲恰若珠，傲恰若珠的发挥。你是傲恰若珠，傲恰若珠。那我说是戴资智，不是那个是羽球。好，那是羽球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好，来。好。哎呀，二比一，二比一，跟你同分。好，来，哎，三比一，那是发球了吗？三比一，好，我发球得分了，很厉害哦。最强的就是发球，你知道吗？来。三比二，谢谢林云子，来，谢谢林云子，来了，来，四比二，好，几分就赢了，五分，压力很大，来，林云子获胜，来，林云子获胜，耶，帅了，跟你玩好像也蛮轻松的，哪有？他刚刚说他没输过，哎，我来之前他说他没输过，哎，哇，那是你强，真的吗？对。你家没有风了吗？没有，不能完全。你刚刚有赢吗？都有赢吗？我输了一关。你输了一关？对啊。没有，我现在我刚去聊。小姐，不要在这边聊起来好不好？我刚分享我的战绩。可以尊重一下关主。OK， 输了一关，金马对不对？那不然很紧张哎，很紧张哎。关主可以吧？关主，对啊。哦，那我可以暂停了，可以换我了吗？好啊，你先，可以吗？对，换我。你先。真的，你先。哎，我也要试一下那个。对，要试。你看，很难吗？你看，很难吗？那是鹏。刚刚开始。谁啊？刚刚梦
哲哥还说这一关很简单，叫我一定要来。就随便你，真的随便你。你快怎么这样？你看大，看让大家有多有压力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我刚刚连踢都没踢到，哎，真的太好，那你赶快踢。你看很难啊，轻一点。可以，9分，9分。用我另外一件拿。哇，我差9分。我就不想。你是不是那个感觉自信来？自信来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是练习型球员，我就练习的时候练习很厉害，然后不好意思笑他，没事没事，好有风，你的关哪里啊？和平，哎，我们是国际，哎，你不要等下，你等下一定要踢到，哎，加油，哎，对啊，难怪孟哲都说很好踢，我不觉得啊，我觉得很难，要有自信，真的，好，要有自信，那我站正选一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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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站外面，哎，那这样子压线的话就算87分，什么意思？87分，你加油哦，我怎么给你过来？不要不要，我7分。你刚刚不是说你都不是很都输，没事。我刚刚听到小道消息，好像你都踢到外面去了。对，我刚才都在踢的。真的哦，练习的时候在里面。嗯，真的是有练习有差。好，来喽，6分。哎，也 OK 哎，你加油，在里面，我就在里面。哎，你要加油。我是来给你自信的，是不是？我要10分。21比14哦，你加油。OK， 好，舍不得笑你，我真的舍不得笑你。看去下一关，好，下一关。哎，所以我赢了。哎，你很棒哎，你应该没有放水吧？你是凭实力吧？我知道。拜拜拜拜。来哦。好啊。5分，谁先发球？让你选。好，那我先。OK， 来开始。好。哎，1比0。来，我再抓。哦，抢拍！我的拍，他抢拍，他球板在界外。可是他有碰球，他的球板在界外。谢谢，裁判真的是太公平了，谢谢。好哦，我决定压制型打法。有他奥运吗？嗯，我是奥恰洛夫。好好好，厉害哦，加拿大，奥加拿大。你很帅耶！你是我今天唯一看到一球杀球哎，帅！投球哎，你被得分还这么开心啊？不是，他今天杀得很帅耶，厉害哦！啊，2比2，好，换你杀球。哎呀！哎呀！从一场是见不到第二次的。小猪4比2，压力大，压力大，要丢死，要丢死，可以丢死，可以丢死，可以丢死，好哦，准备好了，来 ，OK 哈，嗯，啊，啊，小猪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嘿，那是亏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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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板子太小，对男生吃亏啊，有生意了吗？哎。我这个是爽关哦，爽关，你输过吗？没，哎、欸，没赢过，没赢过啊！你这个你可以练习很多次哎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好，你先来好了，你先来，对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我觉得要超越你比较，要有那个目标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！哦，最远的一次。哇，你这个真的太远了！好，好爽哦！我要赢一个人了。这个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太扯了，你那是黑道，你自己飞那么远，自己都吓到。我也不知道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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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看没看，我看奥运都这样。对。有，然后还要这样，还要这样，还要这
今天不能吹球。哦，今天不能吹球。可以吹。我不能吹哦，那我吹回来。我们好专业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不能。好。好。第一球。啊，一比零。Yes! Yes! Yes! 太小看我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排名太长了吧？直接 K 到是怎样？啊，我输，二零。我跟你讲，二比二。你知道有一个教练讲过，其实呢，能够到运动场上，每一个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。没错。其实到最后球赛比的是什么？谁的失误少？没错。对。哎，罚球，来。哎，罚球，来。不是，发球例外，发球是两发失误。没有，那是网球。我们是国际。我觉得他看起来蛮像网球球场的。Table tennis 不是 tennis 哦。三比三，好哦，哦，四比三，小猪，啊，来四比四 ，ye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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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连两分，对不对？连两分，好，有到左脚吗？没有，应该有。左脚，是我打到这个。有到左脚，球有到左脚。球有到左脚，有。我们这一下回放，国强，我挑战。有脚，我要挑战。请问国际裁判，我们挑战结果是哪一边得分？小猪挑战成功。耶！明明就有削到。削道真的会这样弹过来，然后往另外一边弹。我们还要比吗？还没结束了。他要再一分就赢，还是再一分就赢？连着两分就赢了。再追上又丢了。好。来，结束。谢谢。球给我。好远的地方。生气。黄哥是馆主，对，非常简单。有没有钓过鱼？钓虾哦，一样的逻辑。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裁判，计时3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风太大了吧？看不到啊。十，等一下，八，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当然，哎呀，闯关失败。哎，这关很难，不要来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不来也不行，因为刚刚他在玩。对不起，两位美女，这一关其实很简单。很难。刚刚前面三个男生不好意思都过关了。完全看不到哎，你来试试看。看得到了。看不到原因是什么？你试试看就好。我试试看。准备哦，裁判，预备。计时开始。风太大。哎，吃一下。哎，他吃哎，他没他哎，他是不是坏掉？他只张嘴，他不咬哎，他不咬哎，只张嘴不咬。哎，勾呀，跪给你，跪给你。哇塞！我拿你了，我拿哎，我一定要下。你去，干扰他，我打扰他了。哎，我打你。这么厉害。哎，我们完了。这么厉害。干扰他就赢了。是。二一。我钓你的鱼。啊！为什么？谢谢关主。好厉害哦！三只布。真的吗？刚本来要钓起来一只。大家要钓下去了。对啊，你一直在那边乱。我哪有？好了，过关了，好不好？开心了吧？开心。好，继续去闯关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厉害！我们这次的这几个帮佣兵，关主果然是都是厉害，厉害。我觉得经过这样子看完，我总觉得他们其实也是差不多帮佣等级。
太强，有帮凶就好了，其他都无所谓。不是帮凶，有一个踢毽子啊，比较接近帮凶等级。踢毽子啊，嗯，对对对。踢毽子关子的时候是有选拔赛的，他是我们里面踢最会踢的。啊，这他已经是踢最好了。他在选拔的时候随便踢都是十啊九啊，然后我们都是踢到外面的。他以前是选拔第一，他是毽子国家代表队。不会踢啊，那弄一下，那我们问一下，有输给毽子的请举手。哎，哎，那我问一下，五官全输啊？哎，难怪你只要七块钱。所以内观很好。